你得win哦！我这怎么玩啊，兄弟？我天啊，一个人头一个助攻，他有什么技能？没疾跑，还有闪现是吧？难顶，直接多一把长剑，他还把欢欣叠了，叠欢欣攻速快。 感觉要苟一下，他比我多把长剑，还真拼不了。谢谢时光，你这个送的188新年快乐。你多把长剑，我苟一下。 苟一下。要刺得快，刺得狠。 这人，我以为他刷蓝 buff 去了，就有点过分了。他做眼去的，这起跑会不会要好？很烦，他多把长剑，我都不好跟他干，说实话。 冰毒好像没什么用，他这两斧头就把兵线全清了。别人也尝试过，但只有我成功。起跑应该好的。 哎，我没有去，是他要去的。测评药，还有两个饼干。 他把打野钻安稳，他玩六级，六级的。 多玛西亚。 最近刚到瓦拉夫门，前面不好说，看操作。我刚不了啊，他妈剁不剁我把长剑啊？他不剁我这把长剑，我肯定早就会跟他刚。他这把长剑，我不知道怎么跟他刚，说实话。不要犹豫。
他有三个饼干，可以把蓝回上来。我要压他四个刀。他不会再偷吧？还，嘿嘿，我取消了，哼哼，我就害怕他在偷。他经验很快的。别人也尝试过，但只有我成功。都喜欢这么玩，喜欢偷，这次不会再上当了。他可能还在偷，真的。我躲到他在这个草丛看不到的视角，这样他也不知道我到底有没有逼。不然在他的视野，他看到我逼了，他就更好偷了，知道吧？他这是逼的，我也逼的。玩的就是一个心理，玩的就是个智商。他拿了头扫个疾跑啊，他扫个疾跑我也不好打呀，多把长剑啊，不要看不起这把长剑，这把长剑太关键了，这穿甲流伤害很高，我也很脆，他 Q 我两下我就没血的。来刚 all in， 你以为我是不灭分裂者？我点燃征服者怕你跟你怕我怕你跟我我怕跟你刚，嗯，开玩笑。谢于小西送的2600个新年快乐，感谢老板，感谢老板送的新年快乐，老板大气啊。他这个出装很脆的，我两刀就把他砍死，虽然我也很脆，他也两斧头能把我砍死。打的就是个凹印，我比他多个点燃，你知道吧？克制他回血，烧死他。他是疾跑，真以为我还带的是 TP 多兰顿不灭神分吗？我是征服者，点燃多兰剑，咳血。我是有剑姬之魂的，不是给你打不灭消耗的那一套，我打的就是硬刚。打的就是凹印，刚就刚，拉过爬拉过嘛，能走吗？能走就行。多个人头一样单杀。啊，大招应该比我大招先好。我们点燃他的狗一下，我们点燃伤害不太够，不能克制他回血。他有个鞋子，一速比我快，这不打野来了。哇，多玛西亚，不，嗯。不用放，我瞧差一丢丢被秒了，还好有大招治疗，少一个都嘎。根本不用放，我今天拆他很快，我直接一个人都把他拆了。啊，其实宝没好，但他有个鞋子，移速比我快，以防他绕一下偷我。可以把龙抢了，他不会去游走吧？他虽然很快，我回家也要掉渡城，但没办法。这个应该不知道。别恶心我呀！别打断我呀！我抢，没有眼。这波我直接买布嘎还，移速快点，一防让他吃很多塔皮，状态我也不回了。
不让他吃塔皮。没蓝，吃两层。我如果这波买齐亚马特再回状态的话，他是可以吃三层的，但他好像也不会吃三层，他好像吃两层就心满意足了，他不贪。无难了呀。还有疾跑，有人要来了。我在靠，我在赶，我要省点蓝。我蓝很少，哎，把他一打断了吗？我要往上路靠一下，以防他吃塔皮。队友吃吧，我就不分了，以防他吃塔皮。啊，这边太快了，两斧头，他就把兵线全清了。他们不敢还击，防御塔镀层即将脱落。防御塔镀层即将脱落。刺穿他们，再开个闪电四，心死，没用。嗯，我根本不怕你，知道吧？我不是不灭 TP 神分那一套，我是征服者咳血点燃这一套，完全不怕你出这个什么心石，还是什么咳血。打硬刚凹硬不慌啊，不怕奥拉夫。如果是不灭神分 TP 又刚不过奥拉夫，伤害不够，你惹奥拉夫干嘛呀兄弟，他是随便能惹的吗？你别惹他呀，你凹硬不过他呀，奥拉夫打的就是一手凹印啊，他不会给你整那一套消耗哟。选点消失没那么大优势的，稳点。重伤刀精准拉一下，刚刚招了疾跑的，别被他一个 Q 抢了，这里不会有眼的，他刷石头人，他交闪了，没办法，你上当喽，嘿嘿。来追，两个大剑，控资源，哇，他被单杀了。他们要小龙，我们要先锋，开不掉也耗点血，没蓝了。这就是剑姬的拆塔速度，不跟你开玩笑。
600块美滋滋，难道又拉500？对面都有发育的呀，都有装备的呀，打个贪欲再回家。没点啊，可能不太行，不能克制他回血，三可能不太够，算了吧。这不对劲儿啊，开送了呀。稳住呀，这怎么开始送起来了呀？葫芦娃救爷爷。不必客气，真的。等大龙给下路，这波先锋别放，这波先锋真别放中，等会放下路好点，信我。没有抓弹能力，难道跑得快呀？我省着点蓝用，他们知道我没 TP， 我担心他们一看到我，他们这边就会想开，我早就会开起来。其实这把打团也能打，说实话，但我剑姬肯定是单带最好的。放下路。把他抓了，打的就是凹印，凹印谁怕谁？我感觉打大龙好一点。破两路，别上头啊！对面可能要打了，我们少个打野，把他偷了，让他复活。哦，他没有复活，不是他杀的。他有伤害呀，得得得得得得得，思路清晰。剑刃狂澜，单带无敌，我15级的出破剑刃，加了双抗高，开塔还快，
我靠，这伤害三个大剑，直接给他秒了。我瞧，秒掉了，我瞧，双刀没交出来，我也来了。没事，我也来了，别怕，我来了。你还有沙漏的，沙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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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来了。我也认，大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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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能一波，来不及，有人可以复活。其实他刚金身的时候，其实应该拉开，知道吧？而不是让奥拉夫去大招。奥拉夫大招好像是多久不打到人就会断的，1.5秒还是2秒来着？没玩过，不知道。这条龙打不打都无所谓，说实话。补补状态，破三路，大龙，兵线随便拿下。16级，加59，死亡之五只加45，三个大技。我这装备说实话不能一打五，感觉也能一打四的。选上龙被抢，别跑，操，没放 W， 你往哪里跑？跑，哈塞赞一波。我多玛西亚，我多玛西亚，多玛西亚闪现，靠！杀人！狠狠的杀！我操！被拳石打了两下，我操！拆了吧，拆了吧，拆了吧！走位，走位，没事，小兵拆掉了。啊！坏了，我这死了一次，不会 MVP 不是我的了吧？不会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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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会吧！哎，怎么没显示出来呢？